巡逻员运输工具遭到攻击。 说起这个合同啊，这个合同真的对你我都有帮助。谁不想什么都多拥有一点呢？不过先从多拥有一点钱开始也好，让这个合同值钱一点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我能说什么？你做得很好。
Thank you.